欸，他说那个不用放旁边也可以一起开。哦，嗯，好。要怎么面试？潜规则？就私讯我啊。潜规则。私讯。哦。哎呦，哎，他们小许跟我说，他这边里面有鬼。我刚刚不小心撞到，很怕，非常怕。哎，西西利亚。询问西西今年贵庚？哇，怎么可以问这么失礼的问题？其实我觉得女生对女生来说，你猜一下，我应该比你大。怎么可能？哎，他觉得他比我大，哎。我应该比你大，我猜。不好说啊。没有袜子，今天一人猜一个啦，一人猜一个数字。一人猜，我猜你吗？看谁先猜到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好，你先猜我啊。我猜你。二八，换我猜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猜。二九。看你第一次猜就猜准，猜中嘞、欸，厉害吧？你好会猜哦！你是因为我说你我比你大，你才猜二九？对啊，因为我想说比你大应该也不会大多少啦。谢谢干哥，那你呢？我有猜中吗？耐看，很耐看啊 ，nice nice。你当然没有猜中啊！谢谢。所以你到底几岁啊？什么35？你觉得凡还是你才？还是你更年轻？你猜啊，就你猜啊。24，猜中了是不是？因为不是大就是小啊。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个屁孩？不是哎、欸，就等一下、啊。哎、欸，所以哎、欸，你们知道小许几岁吗？他们怎么可能知道？从来没讲过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那你24？你猜啊？不对啊。那你刚刚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管你说什么数字，我都要这样啊。少骗哦！你们都不知道。啊，继续啊，你继续猜啊。啊，你都不会中啊！我猜的都不会中。啊，因为你没猜中啊。我还没猜中，是不是？对啊。25啦，不对，又没中啊，30哦，有这么老吗？对，30哦，真的啊，啊你比我大哦，你居然觉得你比我大，哎、欸，我真的是不是我长得太 UK 了？你们觉得？因为是不是我长得太像屁孩了？好吧，好像有一点。不是，我刚刚没办法专心讲话，我在转图，好像有一点屁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有点屁，不是啊，啊！那个谁说有在酒店也这样玩的，什么鬼东西？哦，什么酒店？跟酒店有什么关系、他说什么？我在酒店也这样玩的。你有去酒店？没有，我说刚刚有人说他在酒店也这样玩，可能跟小姐在那边猜年纪啊什么的。哦，所以你很常去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听他讲的啊。可是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那不是啊，你刚刚不是解释说可能觉得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。哦、为什么他们一直打字啊？就是像我们，我刚刚问他们说，哎、欸，我看起来有很屁是不是？谢谢苹果露西吧。西西台是哪一台？尽量乱拍。小妹说你的台是哪一台？小妹有吗？真的假的？有这回事吗？你确定这个真的是你的观众吗？是啊。哇，他是不是在反串啊？不是吧？他有在讲这句。小妹，这样不行。小妹出来面对，小妹一定偷偷在看。欸、对啊，我真的长得很，我觉得我长得就是不像30岁啊。应该是说，对你第一次看到我，你也不觉得我像30岁吧？对，对吧、啊？但就顶多差个一两岁。你刚刚来猜24，因为没有，因为你算了，有理说不解释了。那、啊、你用科普练一下。我打完了。哦。打完了吗？打完了。打完了。很简单吧？完全都不用开技能。